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我们迎来了第三间老人中心嘉兴老人中心的盛大开幕。一路以来一直帮助的朋友亲人还有叔叔阿姨们，使我们第三间老人中心能够这么顺利的开业，希望明年更好。很高兴今天我们的嘉兴老人中心也是继我们的长青老人中心之后的嘉园老人中心第三家老人中心，我们的嘉兴老人中心今天正式开业服务社区，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办得妥妥当当的。嘉兴开业大吉，生意兴隆。有人
限开心。今天嘉兴老人中心的开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掌门人 Tina 总管来给大家支持。有你们的支持，我才会走得越来越更开心，我们在一起共同成长哈。谢谢各位哈，好运气哈，我们有抽奖，有点心，有红包哈。祝我们二，现在马上到2020年了哈，祝2020年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谢谢。嘉兴老人中心开业大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常常来我们嘉兴聚一聚，开心开心，谢谢，谢谢你们的到来。6008，我的麦克稳住，
OK， 看到号码的请上台来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有吗？家里面准备不要激动。好，6108，这是最小的。6108。好，我们继续开奖。好了。我们还有两位这个奖项。好，今天的这个奖品现在告一个段落，好戏是压轴，所以请大家不要离开。大哥今天听很好听哦，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歌，我是一个兵，掌声鼓励一下。男生
谢谢，谢谢。你们要火了。好，欢迎座位，请坐下。舞蹈多多美啊！最好是为女诶，三百，输中奖了，奖了，开心吗？这张不要了，你已经当选了，你已经高票当选了。哦，你来是吧？一号你输，女生12号。哇，我们得要什么？好，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是 Tina 主管，投票一定通过的，是两位得奖者。恭喜你们最美我们二等奖的第一名幸运者马上诞生了啊！号码是多少啊 ？Kevin， 9847，6147。哇，这个美女太棒了，美美的，再来一张，不好意思，谢谢，谢谢摄影师。李小姐给我们抽出，到底花落谁家？看看自己的号码。赵先生给大家的号码是6178。打号码6178。6181。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等奖，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奖。都有奖品，请大家坚持到最后。我们中国人的古话说什么？坚持就是胜利啊！好，接下来是一等奖，一等奖哇 ，lucky 是什么？很幸运，你心中有感恩就有幸运，所以大家要每天要微笑，微笑给你带来什么？健康。长寿好运，笑一笑十年少。好，接下来一等奖的50寸的电视机幸运者马上诞生了，掌声鼓励一下。好，由我们的总管来报一下这个号。等一下，阿姨，阿姨说这个怎么拿？我可以帮忙拿，拿到我家去。激动啊！比中奖的阿姨都要激动。iPad 一米啊，是128G 的 Gigabyte。OK， 一米三，大家一起讲，二一。颁奖仪式现在开始。好，太棒了，恭喜你马姐。所以千万不要早走，加薪加薪加，希望幸福，你懂了，家好人好事业旺，希望你们每天光明加薪老人中心来开心来
快乐，家兴，家庭兴旺幸福，家好人好，事业好，福多钱多，运气好，天天有喜，家兴人兴，事业兴，福旺财旺，运气旺，喜气乐融融。谢谢美女，谢谢真理，谢谢你的祝福。祝嘉兴老人中心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人旺财旺，幸福旺年。谢谢。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头上面是六颗星。